好，我是莹莹。看那是什么？瑞光创意工厂，是我们郑州的网红打卡地。作为一个网红哈，怎么能不过来打卡？你是个假网红。哎，走吧。网红珊珊，回头看一眼。我们珊珊最美了。我是你俩的御用跟拍师哈。珊珊，你咋不换身衣服啊？你这身衣服已经出镜了好几次了。天哪！这个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我都感觉这是卖桌子的呀。嗨，美女！什么人呢？你看人家拍的都有感觉，咱去拍个 pose 吧。我的墨镜戴了没有？应该戴墨镜的哈。One two three， 走。One two three， 走你。深烟机啊。哦，原来网红拍照都是这样拍的。妞妞的嘴长得好大呀、啊！我喜欢这个，这个，这蓝帽。喜欢他吗？嗨，露米。哇，你们这么不能吃凉的吗？我们是真的，我们是个假的。我们下午出来的太晚了，像穿的很远。然后可能今天是周一，就人很少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。他这是到处都是那种创意小店，就很上镜，很适合取景。很多人就是扛着摄像机在这里拍，挺不错的。我们在这里面找了一家店吃饭，这个店也是网红的店，就是一个猫主题咖啡馆，就是很多猫，然后也吃了也喝了。尤其是他这个面，真的是网红面，超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碗也是猫，然后勺子也是猫的。我想下就是专门拍一期给大家介绍这个，今天就不多做介绍了，来吃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哈，拜拜，开吃。